哎，不用紧张，警察，东区分局重案特勤组沈真。喂，我认识你，我叫英雄。海总城哪个警察不认识你啊？我帮你拍一张来。喂，看这边啊。来，自拍一个。成功的解救了326名乘客，拦截了劫机的恐怖分子。媒体口中的明星警察，3年搏击冠军，2次射击亚军。只可惜涉嫌放走通缉犯徐达夫，对吗？然后呢？你想干嘛？没想干嘛。我和你一样都在查这个案，只不过刚好经过这儿，正好看到你怪呢。我知道很轻，我尽量不说。喂，这是我的案子。是吗？哎，刚刚那几张照片算打过招呼了吧？浩克，联络蓝监视官，请他到3号公路现场搜证。在真正的正义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你加上我就是。我们早就应该死于这个世界上，被时代逃避审判。这就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光碟，恶作剧啊！是的，这些人都是我们抓不到的重大通缉犯。青春美丽的殿堂，您的电话将会接到无主家，稍后请您等。我们是有案件，我不需要回去一趟，我看不到过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一定要见上一面，好吗？突然消失不见了，我们保持联络。各位旅客，我们即将进站至高铁海岛城站，列车到站后将开启左侧下车时请系好随身物品，祝旅途愉快。
开我车吗？只要我载你。凭什么？车头还是轮胎？我现在都不好，有没有别的线索？钥匙。流氓，名不虚传。轻一点开啊，别把我家弄乱。赶快派出全部人力前往所有连外交通要道，还有去把所有制造爆炸能力的人资料全部给搜集起来，不管有前科没前科。有，我这里装大东西大资料。是，我现在立刻把它画起来。高铁海港站徐真。淮海大桥马天祥，东大桥陈福来，中央车站邵世昌，海港码头高尚杰。爆炸物都是伪装的警察救护车，爆炸地点呢、都是对外的交通设施。现在海港城连外的道路只剩下南安铁桥，还有离你最近的中央隧道了。如果你要过去啊，要小心一点。因为总局通报，所有的炸弹客都是撞到通缉犯通报上面的人。英雄哥，那个。最后会有徐大富哦。我记得你以前有说过，徐大富在飞机降落以前就掉进海里面死掉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等一下会发现片车会有徐大富跑了回来，是吗？各单位注意，请人员多装护目镜，注意救护车已发现紧急救援小队长。欣姐，你等一下，我们英雄哥在线上，把你姐接进来了。浩克，你可以告诉我他是什么吗？这是一个讯号源啊。欣姐，你可以把他接上米老鼠，然后用你的手机把数位频率传来给我吗？你等我一下。各单位注意，南安铁桥已遭受不明炸弹客攻击，请所有员警立即前往隧道支援。
老子要干嘛？他不停车，我就一定要杀了。我有没有时间？不是地点。二，二。温柔在哪里？温柔在哪？吴医生，你怎么还是不懂啊？你要大停车，你不用杀了他。杀他，他就一定会往前杀。再让他到我这里，这个地牢再被炸，海岛城就全部封城了。还是刘雨辰吗？这样是对的。为什么你的人际关系这么差了？做你搭档真的很命苦。哎，大木，我说，大木，你给我停下来！哎，想这个，想这个啊！哎，这是炸弹把人的心啊！马上就炸！哎，大木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上面的时间是骗你的，如果你到了他们让你去的位置，才真的会炸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走一走试一下。啊！好不容易逃走，你干嘛又回来？哟，原来真是你放的，不答应就……你以为我想回来啊？我跟小新过得好好的，突然来了一帮神经病把我们俩都抓了，那小新去做人情，还他妈逼着我吃朗诵。我这得去救小晴去。来，要不要我把小姐给你？可以闭嘴吗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。能不能告诉我抓你们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？他们要做什么？我他妈哪知道？他们要做什么你看不出来啊？他是我的犯人，要问也是我的问。犯人？你放走他之后，他就不再是你的犯人。更何况你自己也是犯人。我凭什么是犯人？你放走了通缉犯，你当然是犯人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犯人、犯人、犯人了？等着这个炸了，我们都是死人。用这个时间先帮我把炸弹解下来呀，快呀！千万别再往前走，炸了！有人进入二级警戒。我是警察。杨栋，我警告。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喂，麻烦你们小心一点啊！如果你们打中后面那一个，不管你们在运送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我相信都会没的。哎，小心小心！队长，车里面装了多炸药。靠起来，送回总部。哎、说什么、哎？等一下，靠！哎，不是我们的炸药。哎，我们真的是警察，不是要拿你们东西的人。
还我！小鬼子！反正再过五分钟我也打完。再过五分钟都打完了。不是你的敌人，那这点我不是你的敌人。拿出来，去分局的，就躲在车子后面。你真的是个很难管理的警察。我用了警局的系统通知你回去，结果你居然出现在这里。认识他，大英雄，你的正义是不应该被彰显的。这个南区分局你让不白白牺牲了。我追你追了快三个多月，我本以为你是个多么高明的罪犯，炸了那么多地方只是为了抢东西，你们的思维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激怒他，激怒他，然后呢？先激怒再说了。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如果你们愿意把武器放下认为投降，我会考虑放你一马。去把他们抓出来。干嘛？知道炸弹一拆就爆，你们要是开枪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谁跟你同归于尽啊？我还想活着呢，这又拿我当靶子，又不是头一回了。你看，你们是选择同归于尽呢，还是乖乖投降，让我们走？既然这样，不就没得谈了吗？什么？还是对了。你的车怎么自己跑了？不要追了，我把炸弹再重新联系，不要让他们着急忙忙去收拾那家伙。
啊！喂，他怎么又来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还没起个门，怎么办呢？是妈的这个。完了，真的吗？哎，你放心，还有机会。快帮我把力气拆！我干啥？等我干嘛？我刚差点死在里面，爆炸的碎片从背后穿了进去，对吧？压住伤口，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去救小星星。我知道他在哪儿，外环九号公路水泥厂区。他跟所有的通缉犯家属关在一起。我能救得了谁啊？等救护车来再说。不能等，我他妈。熬了一辈子来的幸福，我他妈再等就没有了。依照目前的流水量来看，不到十分钟就会休克，更不用说保护性命。他妈的，刚才就闻着有臭味，原来是你祖臭啊！你先去弄台车。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啊。我腿好麻呀。你答应我，帮我把小青救回来。我会把他救出来的。你肯定能把他救出来，你他妈连飞机都救不下来，想想也值了。怎么说，我也跟小晴过了六七个月的好日子。好不甘心啊，我好可惜啊。
南区分局被炸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监视下来进行。组长，分局爆炸，摆明是他们冲着我来的，我得追下去，不能再让伤亡扩大。英雄哥，我跟你一起追下去。追下去要追到哪去？你白白害掉自己生命吗？你怎么到现在还学不会怎么办？办案子不能靠蛮干，不能靠冲动。至于徐大夫他会出现，以你现在的身份形象，你知道会带给你跟整个警界多大名誉上的损失吗？都这个时候你还要顾什么明星警察包袱？哎，你去哪？这是法律的问题。我那个家伙是死是活你都要被接受调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跟警察这么多年没认识几个笨蛋，不能让你自己害自己。组长，你的钥匙交出来。组长，你哪都别想去。哎，陈组长，东区分局陈真，哎，请问大名？哎，做什么你？英雄哥，你说一个警察和一个通缉犯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看他这次真死应该回不来。说什么？你走个屁！对，徐达福是我放走的，没错。对，在法律上他是个罪犯，但你知道他救了多少人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为海港城付出了多少，没有人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陪我上飞机去救人。在你眼中的通缉犯，他是我的搭档。你这种人永远不可能理解失去搭档的感受。那么激动干嘛？如果我不激怒你，我相信这些真相你永远说不出来。我必须得离开这里，我得去救杜小姐，还要抓住那群王八蛋。帮我。说什么？帮我！海港城大英雄向我认输，那这样就不好玩了，是吧？喂，那你这一次肯定不止白一台车。知道我给你留言吗？让我知道。伤亡人数不断攀升，出动急救又不断攀升。知道你是不是突然有难以抢救？
先固定住，胸带接起来就没事了。浩克，你有需要什么吗？电脑。给我电脑。现在有人表达身份或提出任何谈判条件吗？报告署长，目前没有，但我方已就火箭上电磁讯号进行追踪，一旦追踪到讯号点，会立即派黑鹰特种部队进行拦截。务必拿回 EMP， 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了解。完成任务是我们唯一的目的，我们一定会拿回火箭。保护证人正在经过安全通道，马上就到会议室。好的。特种作战师少校联络官罗永贞，今天找你来是要请你说明夜行者计划。没有权限跟我讨论这件事。事关安全紧急事件，优先等级五。今天在海港城发生一连串的爆炸攻击，我们强烈怀疑是夜行者策划的。他们是暗杀型的武装部队，目前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任务惯性，我无法回答你。从军备局局长的手机里发现的，手上的标志就是夜行者的徽章。他们现在已经抢走 EMP 和启动密码。什么？你们买了 EMP 飞弹？你知道他劫走飞弹想做什么是吗？请你马上送我离开，而且是离开海港城。好，我可以派大量的水壶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只要你回答我或告诉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从他最后一次任务消失到现在，你们发现了什么？我被软禁了一年多，你期待我现在告诉你什么？告诉我电视手是不是那叛逃的指挥官？失踪的生化武器鹦鹉钢琴就在他手上，是不是？如果真的是，我们就都完蛋。他同时拥有电磁脉冲弹和生化武器，你听过枯草计划吗？分局情况如何？伤亡目前无法估计，可是小绿跟浩克已经被救出来了。然后有一件事情应该要让你知道，刚刚浩克解析出来嫌犯所使用的定位系统是一种军方在使用的系统。另外我们还拦截到消息，军方还派出了最强悍的黑鹰部队前往外环九号公路，我想应该也跟这次的事件有关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自己小心。又知道什么了？黑鹰特种部队也来了。哎，哎，哎！我跟你说，军方从来不在乎牺牲。你知不知道过去的五年里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行动当中啊？我们就这样拿着手枪大摇大摆的走过去，你认为他们第一个会干掉谁？哎，等一下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一面要应对歹徒，一面还要防着黑鹰部队？喂，你真以为你是超人？队长，发现两个人在小区外徘徊，他们行为状态应该是警察。警察不去指挥交通来这里干什么？冒出来还不跟他们忙啊？徐凯，你直接去拦截他们，必要的时候就干掉他们。收到。就这儿，还是换别条路吧。喂，喂，喂，喂！热感应显示敌人共有六名，各分布在 AB 两区， EMP 讯号源在一区，由一二小队负责解决他们，第三小队到必须歼灭控制室的敌人，其他人跟我守住制高点。
都只是近乎做你为内陆的作战指挥部。我要去启动 EMP 防护中心，也许 EMP 发射了，只有那里才有精力保护全城的资料。我会直接跟部长报告情况。放下，放下。我们是警察，这里不是你们警察可以应付的。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让我们协助你们。我们的任务是歼灭敌人，如果你妨碍我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。放下，放下。犹豫什么？让你放就放啊！去啊！他们就人质，快去啊！EMP 防护中心启动程序，授权人军面作战署署长李志刚。请长官出示授权代码。授权代码 PG00347。是，启动程序准备，授权码确认。EMP 防护系统启动中。各自注意注意，疫情正是跟我们齐名的部队，在最后一个敌人倒下之前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秒后进行攻击。我不知道妨碍你执行任务，但是我必须把人质救出来。我们根本没有知识到人质。伪装的。第三小队汇报总部，发生。第三小队，快回答。队长。报告署长 ，EMP 火箭控制署长要求您，说是署长请他来测试火箭。张署长 ，EMP 的启动钥匙带在身上。是的，报告署长，是你要我带走的。开门让他进来。拜托，你快支援！Thank you.
防护系统密码验收端。我这钥匙和基地都到手了。记得把电脑组起来，他在查些什么？思颖姐找到那个卫星定位群组啊，既然可以追踪炸弹爆炸的位置，地面一定有个监控的地方，沿着这个源头查，搞不好就是破案有用的线索。那你找到了吗？有好多的关卡要解决，我得找好多骇客朋友一起想办法。
道计划花了多少钱，才研发出那个无人飞行攻击器吗？就算把它弄坏了。就是为了彰显正义，有一天你就会明白，所有对立的事物都是共同存在的。不是共同存在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消灭你这种人。我这个日子现在就在你，除了杜小晴之外，你如果想要阻止火箭发射，按下这个开关，火箭自然会被你炸毁。玻璃的杀机和无辜的人质，拯救世界是需要付出代价。我会让你后悔没有杀我。想想你有多少时间了，不要浪费你最后选择的机会。这是这个难忘的世界史，黑夜降临，黑狗终究看不见明天。当心干什么？破产计划？什么？先破坏所有的文明和科技设备，让敌人失去抵抗和生存的能力，然后再使用破坏性的生化武器，让被攻击的人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情况下自我毁灭。我是警察，疏散人群。然后更大的就是一个城市受到这样的攻击，五年之内都不可能复原了。唯有大量开始的死去，才能让我们这里的白白平息，给我不消失的奇迹。一九一八年，流感病毒。2000万人的死亡，提早结束一次世界大战。干什么爬得上去啊？1430年，黑死病，1500万人的牺牲，开启了瘟疫复兴。请不入内的租客再度来临。这上面居然来不及了呀，还有时间啊！于是许多黑死病又康起，即将来临，不得会释放我们真正自由，清除所有的罪恶。干什么？太无聊了，我先走的巴克。毁灭就是重生的开始。
真的要请回他。最高指挥权，报告目前状况吧。报告总指挥官，已经失去城内联络超过两小时了。目前电力、通讯以及连外交通系统皆已中断。内陆的支援部队什么时候回到？目前不能派出支援部队。不能派出？估计敌方是启动了枯草计划，生化病毒将开始立即全面扩散。一旦扩散展开了，海港城内的人畜将无一幸免。关于那个生化病毒，我们还知道多少？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化武器，发展研究人员全都离奇失踪了，甚至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伊鲁康吉的存在。这伊鲁康吉就是国际间一直在谣传由我们出资研发的生化武器，是吗？真的以为他精心安排了这么久的计划会因为你按下开关而终止？有一度我也差点掉入他的陷阱，以为按下开关杀了那帮人就可以挽救整个海港城。哎，别难过了。我没难过， EMP 火箭已经发射出去，我们必须要阻止病毒的散播跟救活小青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找到他们。哎，你说你没有我你怎么办？伤口好像变严重了。来，新的药膏，医疗小纸本等一下会过来。哎，欣姐啊，英雄哥到底回来了没有啊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。哎，停电之前啊，有追踪到真空炸弹的地方，可是坐标很不完整，而且分局现在忙成一团，根本就没有人要理我。小瑞有地图吗？啊，地图有，这个。地带哎，何况是现在这种情况啊！这是官邸会议室的专线。各位长官晚安，你们正在一筹莫展吗？愿意表明一下你的身份吗？陆军海上特种部队夜行者训练官。不可能，夜行者的训练早就关闭了。那看来这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啊。这个专门替他们清除异形的单位早就悄悄复原了。军方偷偷的研发生化武器伊鲁康吉的时候，就是派夜行者去消灭所有的人员跟证据，只是很不巧，当时我父亲也正好在调查这件事情。军方收到线报之后，竟然派我去杀我父亲，考验一个军人的终身责任。你们军方到底还做了什么事情没让我知道啊？这回他们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静静的等待你们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，统统回到你们身上。
视频即将要回来了。指挥官，他们会封城。总指挥官，我强烈的建议现在立刻发动军令，全面扼守已经中断的里外通路，严密的防护，确保海港城不会有任何人走出来，否则以一路扛击的扩散力，一周之内海港城和我EMP 爆炸以后破坏了所有的电力和通讯，但是只要他们使用车子和电力，就会发生电磁场，所以列到博物馆爆炸的东西。我们被魔者眼睛带来屋顶的时候，我闻到很臭很臭的味道，地板上都是水，就是下水道，只要能找到运送他们的下水道，霍尔探针就是现在唯一能够侦测电磁场的东西。越来越强，应该在这附近找出口。
哎，这里有陈先生。哎，那个疯子把杜小晴从人质里面带走，一定有他的目的，能做好心理准备。敌人的巢穴，就用这个。
我啊！在这里发现电线，这里竟然会有电。稀饭炸弹客，所以那些已经死了，我亲眼看他下葬的。他有什么不幸，甚至想病毒，也有对你心，那大家不会束手。啊，只是，我觉得军方已经开始注意我了，尤其我找到了有关夜行者的一些资料。但是我最担心的不是，我担心的。如果真的是西恩，啊，我该怎么办？啊，我起诉他吗？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主谋，这件事层级牵涉的人太多，所以。
才能完全结束你的责任。等一下，张志玲，星姐，你赶快过来啊！来不及了，回分局去支援。走啊，快走！病毒是用活体来培育的，那等到演化完成，就真的成了活的生化武器了。自己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杜少卿。我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干这一票，我完全都是为了这个人。不行，你先走。走，小青，小青，大夫让我来接你啊。看来你们要按照早上跟我约好的时间出城去等我，对吗？亲爱的妹妹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的声音怎么了？军方想杀我的决心已经强大到连化学武器都用出来。这一年多来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一切都是你对吗？为什么？这地方是爸爸死之前留给我的，还有一路抗击，大一正二在这里做追查军方的秘密工作，以为躲得很安全，可是还是被军方派人杀了。所以这一年多来你都在策划所有今天发生的事，你以为你在复仇，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？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懂这是个多么伟大的计划？那些叫做必要的牺牲，人类在大量的死亡面前才会真正的反省，真正的毁灭之后才会开始重生。我把计划做得这么的周详，你应该要以我为荣才对。你疯了，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是蓝希恩，不是我哥哥，他一直都是一个最勇敢最正义的人。我要逮捕你，如果是爸爸的话他也会这么做的。爸爸不会这样做。开枪，开枪！
你为什么？你相信我，明天你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。进度，汇报病毒演化进度。说到整个村子的小朋友都知道了。我徐当夫人儿混了这么久，知道靠的什么吗？就是义气两个字。没有万一，我死都会抓住你的。我以前从来不跟条子说再见的。再见了。小青，你体内的病毒目前没有任何可对应的方法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小虎。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销毁病毒。你的好用力哦。孩子保得住吗？那达夫呢？总该让我见他最后一面吧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徐达夫被送到哪一家医院，目前整个城市的对外通讯设备都已经瘫痪了，就算现在要出去找的话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对不起。吴警官，你一定找得到达夫，跟他说是个女孩，你告诉他我这一年真的过得很开心，要不是他这么勇敢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幸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不要让我们痛苦，我不想下到肚子里的宝宝。谢谢你们。哎，到底要去哪儿？找徐大夫，至少让他们见最后一面。我不是已经和你说了吗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又怎么样？你有的人是你看着他们杀了一个孕妇吗？英雄哥，你要找什么？
李雄哥，李雄哥，怎么了，小绿？我和欣姐发现了真空炸弹的那个人。如果我们抓住他，或许可以对病毒的了解更多一点。走，快带我去。李雄哥，你让我去支援吧。你留下也太危险。李雄哥，我是因为你才报考警察的，我跟你一样认真。你带我去，我一定能帮上忙。我把杜小晴交给你，帮我保护她。告诉署长，在我回来之前，别让任何人动她。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。走。欣姐，欣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欣，你没事吧？你没受伤？我没事，他只在我脖子上注射了一针。是病毒吗？不会的，他不会这么做，因为他是蓝希恩，他是我哥哥。你的意思是病毒有抗体？所以他打在我体内的应该是对抗病毒的疫苗。我是神，我是毁人人海洋所重生的神。都是对外的交通设施，这个地方在北上，海港城市基本完成了。请上海域。封锁海港城释放病毒，然后只有他一个人有解药。一旦有地方培育出足够的疫苗，他就成了真正掌控权力的人。吴英雄，我知道要去哪找他，全城应该只有那里有地。组长，15分钟后他们会派人来销毁。没事。过去，兄弟们，来，直升机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卫星正在追踪他们的位置。嗯，开始扩散了吗？这我们也不敢肯定，那个孕妇看起来还没有演化完成的迹象。
哦，天哪，那个火箭是个UFO。卫星的画面进来了，而且追踪的目标也停止移动了。这是 EMP 的防护中心啊。我的卫星现在距离很近，可能找到 EMP 最后发射的地点。这里是黑鹰特种部对黄世凯最后一次发送讯息。再过十五分钟后抵达交界海域，我将会架好火箭，随时准备攻击。他们今天一定会有动作，做好准备，随时还击。收到。病毒的活体还没有演化成功，照这样，干脆把 EMP 防护中心炸了，这样子的话，病毒就不会散出来了。莱西恩也就不存在了，一举两得啊！派战斗机去把他们炸了。遭受电磁脉冲的城市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完成重建呢、啊。而这防护中心的作用就是保存所有的资料档案，这是保证所有人民能够重新开始的契机。这也是他的计划，他以为我们不敢轻言把它炸毁。倘若真的被敌人侦测到我们的攻击，那他再发射一枚 EMP，我们内陆跟派出去的战机也就都完蛋了。 EMP 火箭发射程序启动。到不了顶楼吗？电梯只能到100层，咱们没有直升飞机，想要到控制中心的话，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路。你最好是对的。你千万别找路吧，你不说是唯一条了吗？跟着我沿着这个往上爬，没掉下去，掉下去就没了。这里有100多层啊，难怪你被我搭到。现在我们不炸 EMP 就来攻击我，病毒就会扩散开来，现在正是个机会啊。
刚接获黑鹰泽者部队黄世凯从海港城传回来的消息，他利用敌人的对讲机找到其他 EMP 的位置，应该可以来得及阻止他发射。好了，大家所担心的第二个威胁已经解除了。我反对攻打，没有了这海港城就真的完了。要不然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让病毒扩散出去吗？好了好了，各位，城市是由人建造起来的，只要有人在，只要有人还活着，我们就不应该害怕重新再来。而且我们也经不起病毒扩散所带来更大的牺牲。所以让我们向所有为这个城市牺牲的人们献上最高的敬意。公司空军基地正在炸毁烟雾防御中心。就是跟我们齐名的黑鹰特种部队啊，不过现在只剩下一个。客官，病毒化体的大半个营救术预计在十分钟就会完成。这么高龄又爬了上来，加入这神圣的时刻，安西恩，你醒醒吧！信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，我同情你的遭遇，但你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正义。正义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，不是你用来杀人的武器。收手吧。你想怎么阻止我？让你给我的一点勇气吗？有一点勇气，我就掐死你！机会就去拿对眼镜，一个人行吗？别管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一定要拿到对眼镜救出小青。好。走啊！
上发射，请输入密码，请再次输入取消密码。券票请拨发射。发射程序取消。Thank you.
战斗完了，疫苗没了，我们成了千古罪人了。哎，那什么脸？哎，像我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为自己留条后路？啊，全世界唯一一个玉帝。你给我！啊，老爷，小心我拿起。这是黎明作战小队战机代号 A， 黑色机长一，请立刻调整身份。这里是东区分局陈真，南区分局吴英雄，我们拿到对应情报，病毒危机已经解除。重复，病毒危机已经解除，请不要哭泣。在这里是因为人类的智慧，不过也因为相同的原因，我们差一点毁灭。当我们很习惯用经济、用科技，甚至用口号来建造城市，来彰显我们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忘掉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信念。这次我们算通过了考验。那就是我自己。东南区发生重大案件，请附近员警前往支援。终于找到你了啊！我每次出门我都想到我的车。你行啊，你自己搞得也开心呢。我的车是在执行正当勤务的时候损坏的，分局当然赔给我。我也是啊，可人家说我那车是人为破坏，不予理赔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啊！哎，那不是你问题，我问题、啊。东南区发生我不管。请附近员警尽快前往支援。东区分局沈真，南区分局吴英雄，马上前往支援。走啊，等什么？总得送我过去啊。